就要有情趣，我似特制胶水俾你黐，当你很空虚。世事冇咁绝对，过四十仲要一位靓女兼有仔想追，他不爱你你理得佢，挺胸再收腹极进取，个个要回头及你，众女也不需自卑，一于翻身别躲避。Oh yeah yeah yeah， 胜利的 ，You are my 胜利的，质素高，好比个硬汉子，率性温柔，没有瑕疵，最终变半脚石，去令你有再失恋一次。Oh yeah， 胜利的 ，You are my 胜利的。可爱的一位美丽女子，相同失意又再尝试，最紧要自信自爱，面对什么轻松处置。Oh yeah， 无需苦恼，你最自豪，屡战屡败再尝试，最美丽买卖成你的。好吵啊，你干什么？我做个栅栏嘛，以后就不怕宝宝爬进厨房有危险喽。不许吵啊，我在看电视。嘿嘿，已经做好了，看什么电视这么紧张啊？哇，怎么这么恐怖，快关电视。你敢啊？这胎教是很重要的，你看鬼片会吓着宝宝吗？又看就看些童话故事或者爱情故事喽。这么小就喂他糖衣毒药，不是更糟？那看笑片。我不想看笑片吗？干什么？你想管我？不是管，是劝。哎呀，你别烦了，不要妨碍我看电视了。喂，香山男，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对抗？你挡着我怎么看电视啊？我现在贴一些防撞胶，以后宝宝就不会碰着了吧？又不是明天就生，还有很多时间，你用得着现在就做这些事吗？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？难道等你肚子大了弯不了腰再做呀？你现在妨碍我看电视了吗？你等我不看了再做好不好？下次不会了，走完了。那你还不走？你不说我也会走的。我走了。快走吧。我真的走了。拜拜。你现在走了，以后还不是一样回来？是我收留你。Brandy， 恭喜你做妈咪啊！谢谢你啊！可不可以跟你照张相啊？当然可以了。哎呀哎呀，小心点 ，Brandy， 小心点！你有了宝宝，你就别穿高跟鞋了，万一摔倒就麻烦了。跟你说，别穿高跟鞋了，万一摔倒了影响了宝宝怎么办呢？怎么会想起他来呢？哎，严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亲起个名嘛，不用告诉你了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善男哥搬走了。他搬走了吗？哦，不过他今天好像没出现哦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了？没事。没事？他早上来找过我，很不开心的样子。我问是不是你们吵架了，他说比吵架更糟，想吵都吵不了了，还说想照顾宝宝长大，可惜没有机会了。他知道你心软，装可怜，想我答应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他叫我交给你的，给我。Wendy， 我每次跟你说话，你都没耐心听，我只好拍短片，留下一些后事。后事，宝宝床我已经安装好了，就在袁轩的房间，你看到了吧？纸尿片我买了很多了，你也不用担心不够用了。我做个调查，里面记下全香港所有学校的资料，有幼儿辅导啊、幼稚园啊、小学啊、中学啊，还有大学的资料都在里面，当然会分等级了，五星级的呢
是最好的。我还托了人帮我的忙，要了校长的电话，也写在里边了。以后等宝宝要上学的时候呢，你就用不着到处奔波了。那这份资料呢，我放在茶几下边了，你要好好的保管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他真是费尽心思啊。还有，我在你枕头下放了本存折，我所有的财产都在里面了，是我们善臣基金，虽然不算多，但是也不少。反正以后我也没机会用了。留着给你们母子做生活费吧。你把钱给我们，你怎么办呢？文婷，你不要以为我这么做是想感动你。其实上次你拒绝了我之后，我已经看透了，也全都想通了，无欲无求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做了，无牵无挂。最重要的就是你跟宝宝健健康康，开开心心，我就会安心上路，走得放心。好好的保重。别了。什么什么走得放心呢？什么安心上路？你说什么？天天都是晴天，刚准备要搬回家，就下暴雨。也许老天都不想你搬走呢。姑姑她有了宝宝，不可以没人照顾她的。这个善男哥也是的，说走就走，都不给人家心理准备。就算现在不走，早晚都要走了。不是啊，你不想搬走呢，可以永远都不走啊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啊，救命！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救命啊！我好怕啊，我好怕黑呀。我记得好像厨房有蜡烛。不要，别离开我。我们一起去拿。嗯。怎么样，还怕不怕？还有一点。这样。汪汪。袁轩姐姐，你为什么这么怕黑呀？因为我小的时候住在舅舅家，他们全家人去旅行，剩下我一个人看房子，碰巧也是停电，所以我被吓得睡不着喽。那我答应你，以后一生一世都在身边陪伴着你，保护你，好吗？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以后都不会再骗我？当然不会了，我答应你，我这一生一世不会再骗你，不然的话我就不得好死。哎，不要啊，别发这种毒誓啊。我不发毒誓呢，你怎么会捂住我的嘴啊？我们怎么会贴这么近呢？你想贴近点吗？也不用发那种毒誓啊。哎呀，可恶，谁这么扫兴啊？喂，这么大声，你以为奶奶聋了？ Sorry Vivian， 我不知道是你。最近很忙啊，这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。你等等，有个人想跟你说话。喂 Vivian， 袁轩呐、啊、袁轩呐、啊、我很惦记你呀、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么晚你还在阿娇这儿啊？你们是不是已经同居了？哦，没那么快，不过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什么时候抱重孙子啊？我真的很着急呀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等这天等了很久了。好了，我会去澳门看你的，你保重了，拜拜。
偷偷的坏笑。薇薇跟你说什么了？刚才说什么应该差不多了，不过又没这么快。说，两个字，秘密。不说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？我信，我信呢。别跑，我饶不了你，站住！救命！哇，你这个人太不讲卫生了。Sorry，Sorry， 什么 Sorry 啊？你干什么？广南吃腻了你的肉饼，我熬点粥给他了。你不舒服就拜托你看医生了，万一你传染了我们俩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熬好就去看了。现在马上去了，看完医生啊，再顺便去菜市买点猪肉来，我要做肉饼。我熬好粥马上就去。你现在就去啊，最好多买点肥肉，他现在太瘦了。那你替我照顾他，别让他乱动。行了，走了，看医生了。我会让广南哥喝你的粥啊？广南哥当然是吃我的肉饼了吗？现在不是剩下我跟广南哥两个人。老婆，你想怎么样？哎呀，老公啊，现在这里呢只剩下我跟你了，我觉得肚子好饿，我们现在进房间吃点东西。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就在这里啊。你真是太淘气了。来了。你准备好了？生孙子？生孙子好啊！八个，就生了八个，一次生八个，一次生八个。来了，我准备好了。那你就一次把这个我准备了三天的酸饼吃了，就生孙子。一看就知道是好东西，那你吃啊？我吃了，一盘都吃光了，这盘是你的。有点毛毛啊。不是毛，是松露，沙发松露。嗯，突然想起来刚才吃了个杯面，我不饿，还是不吃了。老婆生孙子。不要，我不想吃。太太生孙子。我不想吃。太太生孙子。我说了不吃了。太太吃酸饼。不吃了。太太不爱我。哎呀，什么不爱啊？太太不生孙子。生啊，干嘛不生？生孙子吃酸饼。哎呀，不吃啊。太太不爱我。喂，我不是你敌人，我是你太太。不生孙子的太太等于敌人。行，行。我吃，我吃了。嗯，快吃。我吃了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。有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。你，我是来找香善男的。哦，你是来找他哥哥的。进来，请随便坐。麻烦你先帮我看着广南哥啊。是，我很快回来的，真的。坐会儿，我很快回来，谢谢。喂，我要找你大哥，他在哪儿？我把袜子还给他。教练。哎，之前善男说你傻，原来你真的傻了。教练走喽，他没空见人喽。我不是问他有没有空啊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教练做和尚很惨，没头发了。哎，跟你说了也没用。教练为了个女人，什么都没了。他跟你说的？那女人很厉害，铜皮铁骨。还铁石心肠吗？他以前说过我了。这是他的房间哦。好大股他的味儿。闻不到，
你天天闻当然不觉得了，当你闻不到的时候就会惦记了。我闻过很多男人，哇，那股汗味儿不好闻。但是呢，原来你喜欢上那个男人之后，那股味儿会跟别人不一样。小恋人很好，他走了太晚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来碰碰运气。我也有准备，见不到他了。以为心里有准备，原来还是会不开心的。你眼睛流汗呢？哎，不是啊。知不知道你很可恶啊？你的眼睛好像 X 光一样，能看透人，然后说的有权重。我要面子吗？老是让你戳穿我。你流汗的样子比不流汗好看。能被你气死。不过我很久没试过呢，能这样心平气和跟人说话。你傻得很可爱呀。我要走了，我想我们以后没机会见了。你保重啊。我有幅地图。什么地图？去找教练的藏宝地图。拿给我，快点啊。师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小姐，请留步。我可不可以先跟他说几句话？可以，不过别说太久了。剑南，不是，善南，你明明是个俗人嘛，干嘛这么看不开，要剃度当和尚啊？你是不是为了我？你简直太不负责任了，扔下我跟宝宝以后谁照顾啊？对，我是说过我自己能搞定，其实我真能自己搞定，不过全都怪你，没事跑来我家照顾我干什么，害得我看不见你就心里乱。好了，你现在赢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你了啊，你却跑来这里剃度要当和尚。好，我现在警告你，你现在不跟我走的话，以后再见不到我，还有啊，也见不到宝宝。是，以前的确很多人追我，那我眼光高吗？以为可以慢慢选，谁知道我挑人家也挑，那女人的保鲜期又太短了，那么变成剩女了，我接受不了吗？所以跟所有人那么说，我喜欢单身了。那么说着说着，自己也相信，以为单身好。跟着就叫所有女人学我做单身了。后来遇到你，原来我挺喜欢恋爱的。我的工作很辛苦吗？不可能为了男人就放弃我的工作事业啊。不过我现在想通了，事业再好也不会陪我一生一世。但是如果一个好的男人真的可以陪我一生一世的，我决定以后不再写书了，我不写专栏，我不上电视了，我只想做个贤妻良母。你跟我走了好不好？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哦。但是事业没你好吗？那他是谁啊？哎呀，糟了，搞错了，你早点告诉我嘛。难得你肯说真心话，我当然听完再现身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弟弟说你要来这儿当和尚。神经病，这个世界这么好，我怎么舍得出家呢？我来这儿吃斋吗？吃斋可以在外面吃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就知道那个傻瓜不可信。是那个傻瓜教我，不失去过就不知道好，还让我先失踪，让你知道我对你多重要。现在知道？
不知道他真傻还是假傻。不过不要紧了，你跟我一起走好吗？等等，刚才你说放弃你的事业了，你不后悔吗？但是你好像很不情愿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舍不得。不过要我选，我当然选你和宝宝了。哇，那你的粉丝不是很失望？哎，我一直教他们，告诉他们单身有多好多好，现在我却结婚生孩子，不是推翻我之前说的话？想想呢，真有点对不起我的粉丝哦。我想以后要跟他们好好的交代一下。你的粉丝一定想你幸福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威爷，你们怎么会来了？哎，有位香先生叫我们来支持你的。嗯，不是我，啊，一定是广南。虽然单身是好，但是女人还是想有个家。我们年纪差不多嘛，你能找到我一样行。Mindy， 你是我们剩女的偶像，你千万别隐退啊！我们等着你出新书呢。是啊。但是呢，我答应了我老公哦。行了，难得你的粉丝这么热情，你继续写。哎，不过这样啊。要把我跟宝宝放在第一位，知道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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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神雕都修成正果了，应该到罗拉了。哎呀，你要我干什么？我很久没打过了。你爱我，就陪我打一次。不是吧？你不爱我？爱，很爱啊！啊，你是玩玩是不是？啊！谢谢太太。别过来！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神经病，走开！你别过来！我会泰拳的。别过来啊！啊！你快放手啊！爱我就多玩一会儿。啊！爱你就要被你耍，爱你又被你耍，我受不了了！你正常的正常女人早就吓跑了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我的筋被夹住了。我忍了你好几天了，我爱你一见到金龙不爱了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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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出什么事了？广南他怎么样？你看来了。你摔，他会被你甩，你找他好不好？啊！要找什么事？广南，杰尼玛，他说爱他就要被他甩。广南，你怎么样？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，但是你现在该吃饭了，我做饭给你吃。我去做饭。我去做饭。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。做饭，做饭，做饭。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。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。我不爱。我不爱你。如果我爱你，
要像他那样，让你那么折磨的话，我不爱啊。一直以来，我只是想得到你，我想霸占你啊！一直以来，我只是想这样啊！我不爱呀、啊，我不爱、啊。对不起，罗尔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只是希望你可以看清你自己。你们一直以来是，你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演戏。Sorry， 爱是神经病，付出不是一时的占有。希望你可以用这个机会冷静一下，想一想，别再伤害别人，最重要别再伤害你自己。广南哥，谢谢你，广南哥，谢谢你。别说了，我明白。谢谢。其实我也犹豫了很久。我明白，你这么对我 OK， 但是你不明白，当我以为你真的傻了的时候，我有多心疼。当我以为你自己不会照顾自己的时候，我有多担心你。我甚至还想过以后会不会再没有机会，再没有资格一辈子来照顾你的时候，我的心有多痛苦。每天看着我爱的人受苦的时候，我有多么的难过。广南，我很累啊，我真的很累。已经没有力气再爱你了。很久都没有买得这么开心了。到付卡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如果钱真可以买到开心的话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啊。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？嗯，开心吧。香广南，你看看你啊，都过了两个礼拜了，我一提起广南哥你就绷起脸了。那你别说他就行了。不说不说了。喂，我饿了，吃东西吧。随便吧。嗯。喂，开餐啦！嘿，嘿，大，嘿，大。对。
广南哥特地向你来道歉呢，你原谅他吧。喂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！原谅他吧，原谅他吧，原谅他吧。是啊，你看他。广南，你想怎么样？各位，今天我在这里不是卖牛排，我本身是一块牌。一块没灵魂的肉。我一向是服务那些对感情没什么要求的女士，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跟我讲感情，她明知道我是一块牌也跟我讲感情，于是我们的感情就好像三个字一样，是相反词。我逃避，他等待；我伤他，他原谅；我出卖，他忘记；我 KO 他，他却 OK 我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欺骗他，他相信我。我知道他仍然相信我，因为他从来就相信我，多过我相信自己。因为他相信我，后来我再欺骗他 ，KO 他。如果你们也认识任何像我这样的男人，一块这样的烂牌，我欢迎大家过来践踏我，打我，随便。喂，来来来，踩一脚，棋高一招啦！多踩一脚，加官进爵，欢迎当欢迎踹！别光照相了，快过来踩他呀！随便啊，欢迎当欢迎踹！这种伤女人的男人呢，真的该踩呀！姐妹们，别吃亏，一起过去踩他。我先过去。哎，来来来，哇！我们也去踩，嗯，去踩他。真的很爽啊！我本来不太好意思，不过踩着踩着又好像很好玩啊。看到了吗？没事啊，大家尽管过来踩啊！你没被男人伤害过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男人更贱，他经常打女人。我男朋友好可恶啊，脚踩两只船。我老公更坏，烂头又鬼混。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踩，来来啊！别急别急，哇，好爽啊！全队有饭啊！来，来啊，都有饭啊！踩啊！慢慢来，踩！要不要停一下？你看教主的样子好像不行了。低能啊你！是不是你也想做牛排啊？万一 Jennifer 不过来救他，真的会被踩死的。是啊，随时没命啊！哇，他的脸色已经开始发青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踩他，踩他了啊！哎，来来来！别踩了，别踩了！好了好了，停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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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广南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我过来扶你，就是原谅你了。我醒来。你可不可以嫁给我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就是你答应我了啊，有一个条件。想一天分针倒退，从头再遇到。
耶！小心宝宝。坐。哎呀！再亲再亲，我没拍到呢。再亲。老公，这合不合要求啊？下次 V 领再低多两寸。大吉大利，还有下次。我们每年结婚周年都玩一次，行不行啊？你想怎么都行，怕老公会发财吗？哇，你老公是个蒙面超人啊。我老公太帅了，我不想他被女人抢走了。他是不是好男人啊？我查了，他没老婆又没女朋友，而且还是第一次拍拖，他比矿泉水还纯。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先拍张大合照。哎，等等，今天我们这么多新娘能找到个好老公全靠广南啊，所以我们请圣女教主跟我们说几句话。教主，干嘛不说话？你平时牙尖嘴利，害羞啊？不是害羞，是有一点感触。今天真的有点像父亲看着女儿出嫁一样。就是你们终于出嫁了。我了了一件心事，其实呢，我每次把你们卖出去我都很担心，因为呢，你们知道自己什么素质了，全都是国色天香，这是全港少有啊。但是我也很感谢你们能够相信我，所以我每次都能够血本无归，一个不落。好像猪猪这样，如果要论斤卖呢，要卖好几年，但是全靠他自己把重量变成力量，改变自己的内心。 Good job、但是今天最幸运的人是黄龙。哇，你娶了 Madam， 以后不只可以安享晚年，还可以出入平安。但是如果让我知道你找其他女人，我一定会除暴安良，剪草除根。 Yes Madam。 喂，听到没有啊？啊，蕊蕊，你别怪我，在这么多人里呢，你是最无知那个，但是你竟然能找到一个跟你一样没心没肺的，简直是天生一对，这叫做大智慧。谢谢姐夫。到我没有。各位，我这辈子有个长不大的大哥，没错，又有一个极强大的弟弟。你不是小强，你是极强，你用你极强的爱感动了破了，从此之后你是副教主。谢谢教主。到我了吗？我赶着洞房啊。你想得美啊，宝宝没出生你别想洞房啊。大哥，我恭喜你了，别休息一下，不用做充电器了。但是呢，我想过之后又觉得其实做充电器很光荣啊。你想想，特别是你这种已经漏电了连旧货摊都不回收的过期电器，被你冲着冲着冲了个宝宝出来啊，你简直是男人之光，世界的奇迹。什么？我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没电，但现在不用充电喽。还有啊，我就算充电也不会用旧货摊的 A 货，我当然用我老公这种正牌货了。下一个。不用了吧？ pass。 真不用啊？我想听。喂，说实话啊，我无论怎么说呢，也没有天骄田的词好，干脆天骄唱一次给袁轩听啊。唱歌。但抱歉我那是人实在乱了，做错了更改不了，
令到你对我误会大了，内疚了可知晓？想一天睁开双眼，从前问句好。想一天分身倒退，从头再预告。什么时候说我？其实你的 case 呢，就是比较复杂一点。有多复杂？我是个影响你最深的女人，幸好我回来解放了你，不然你今天会站在这里。所以你今天应该说谢谢 Laura， 还有谢谢 Jennifer。干嘛谢谢我？我自问呢，真的没办法像你这样，对广南哥那么死心塌地。这场摔跤，我被你 KO 了。我认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其实感情呢是不讲输赢的，最要紧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啊。嗯，老婆说话了。是，差点忘了各位，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老公今天要我穿成这样。他是要提醒我，还有我们男人，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穿上婚纱的时候。嗯，而我们男人呢，在这个茫茫大海浑浑噩噩再浮再沉的恶浪中，竟然能够遇到一个爱上我们的女人带我们上岸，这不只是幸福，简直是幸运。所以兄弟们 ready， 嗯，我们找到了。姐妹们扔花球了，耶！就要有情趣，我似特制胶水俾你刺，当你很空虚。世事冇咁绝对，过四十仲要一位靓女兼有仔想追，他不爱你，你理得佢？挺胸再收腹极进取，个个要回头及你，众女也不需自卑，一于分身别躲避。Oh yeah yeah yeah， 星 lady， you are my 星 lady， 质素高好比个硬汉子，率性温柔没有瑕疵，最终变半脚石去令你有再失恋一次。Oh yeah， 星 lady， you are my 星 lady， 可爱的一位美丽女子，相同失意又再尝试，最紧要自信自爱，面对什么轻松处置。Oh yeah， 无需。